第69题，他说要讨论 AB 带取和之时，这个方程中有唯一解、无解和有无穷多解，然后以及无穷多解的时候那个基础解析。我们知道当 RA 等于 RA 八。这个里面 n 等于三，对吧？对于 n 的时候，它是有唯一解的。当 RA 小于 RA 八，这是无解，在这种条件下无解。当 RA 等于 RA 八。小于 n 的时候，它是有无穷多解的。这个里面 n 就等于三。那么我们接下来就求一下对它的那个正方矩阵进行初始变化。这个中间这一行放到最前面，因为它上面都比较简单，而且跟第三行，那个比较隔得比较近，因为那个数字嘛，而且都是带有 b 的这一项。这一行减它，最后就得到了零，然后 b 0。然后上面就是第一行减去第二行的 ab，这个地方就变成了零，然后一减 ab，这个地方变成了一减 a，然后最后一行四减去四减 a，然后进一步对它进行化简，把第二行然后加上第三行的 ab。第一行不变，一 b b 三，然后零 b 零，好，这样它的 a 位之后，它就变成了一，然后这个地方变成一减 a，这样它的 a 位之后就变成四减 a。把第二行的负 b 位加到第三行来，第一行不变，1b13，然后第二行也不变，0 1 1减 a 4减 2a，好，第三行变成零，这个地方变成零，然后加上它的负 b 位就是负 b 位的一减 a，然后这个地方我们看一下，就是一加上负 b 位的四减 2a，然后就是。1 4b 加上 2ab，这个地方空间有点小，我来点。1 4b 加上 2ab，好，最后就变成一个这样的式子。现在就按之前的那个分析，当 a 等于一或者 a 不等于一，且 b 不等于零的时候，这是不满足我们的第一项，只是有 RA 是等于 RA 八，它是等于三的，那么方程是有唯一解的。第二种情况，我们看当 a 等于一时，此时前面这一块为零的，那么就我们就要考虑后面这一块，它是否为零呢？是一减四 b 加上 2ab，它就等于一减 2b。那么也要分两种情况：第一，一减 2b 等于零，即 b 等于二分之一的时候，
是把 A 等于二，按 A 把 A 是等于二的，使方程有无穷多解。然后这个里面的第二种情况 ，B 不等于二分之一的时候 ，R A 它是等于二，小于 R A 吧，等于三的，此时是无解的。然后第三种情况就是 B 等于零的时候，因为 B 等于零的时候，我们看后面这一块它是等于一，对吧？所以此时有 R A。然后小于 RA 吧等于三，这样也是无解的。所以它无解的情况是有这两项，就是 B 等于零，或者说 A 等于一且 B 不等于二分之一的时候，它是无解的。那么题目中第二问要求它无穷多解的时候那个计数解析，所以我就当前面算是分析完了，当 A 等于一且 B 等于二分之一时，方程有无穷多解。那么此时它的增广矩阵变成什么 ？A 吧不等于。然后一二分之一，后面三，下面变成零一零二，然后底下都为零了。再对它进行变形，把第二行的负二分之一倍加到第一行，下面还是不变，上面就变回了一，然后这个是零。所以它的基础解析就出来了，那个右姓名等于220的转式，然后一塔等于一，然后零一的转式，所以它的基础解析 x 就等于右姓名加上 k 倍的。把它写的成这样，其中 k 为任意常数，这一题就给大家解完了。这一题里面的难点的地方就是它因为还有两个参数，一个是 A 一个是 B， 这个比一般考研的题目它要难一点，考研的题目可能一般就涉及到一个参数，然后大家在分类讨论的时候那样情况就比较容易，这个地方既要对 A 进行分类讨论又要对 B 进行分类讨论，所以二者交织在一块的话，这个题难度就一下上去了。这个地方无解的时候它是有两种情况的，所以大家对这一块一定要就是多加细心，就注意一下这块，好吧？行，这期就讲到这里。